出大事了，朋友们，奇怪的画面被小朋友看到了。你俩干啥呢？你俩干啥呢？你俩不要给小朋友看这种奇奇怪怪的画面，赶紧给我起来。别看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带坏了一个小朋友幼小的心灵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自己解释吧。因为是由医生遗下的，那我又在这。我是哥哥，我在上，杜丁哥是捧着的。C，两个小朋友就这样愉快地玩起了摔跤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救命啊！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你这个祸水！这种事儿你还护着他啊？我给你一巴掌，信不信？啊，我给你一巴掌。Oh God, please no!